毋知捌读过一本册，叫做《Long Throwaway Tomorrow》，《Long Throwaway Tomorrow》，意思就是讲唔通抛弃明天啦，不要抛弃明天。啊，这个作者就是谈讲安尼真出名啊，伫这个洛杉矶有一间叫做啊水晶宫的教会，你捌听见哦？诶，教会足大间，超几万人安尼吼。啊，当然，这间呢，作者即罗伯修啊，啊，伊讲伊从细汉就安尼有一个愿望啦，要做牧师啊。啊，所以为着要做牧师，伊用二十多年的时间准备做牧师的这个条件。后来，伊新南医毕业。甲伊个负责人，两个人带美金500块，去洛杉矶个所在。啊，当两只有两个人，啊，底下要安怎来宣告？不过因犹原伫，伊讲伊伫伊个心底，犹阁犹原一个愿望，愿望会通安尼建立一间教会。啊，这间教会有不止真有影响力的教会，伊伫五万公伫伊个洛杉矶咧做礼拜，伊个教会做礼拜时，会通传播到伫世界大家落无相像的语言啊，伫遐安尼来传播，甲这个洛杉矶伊这间最近间教会叫做东部安尼伫遐来做礼拜。经过50年，果然伊个愿望得到实现，建设这个唔啦，建设这个啊，水晶宫的大教会，同时建设一个足大，诶叫做罗伯修勒的这款的什么，伊个大企业，伊个大企业。伊伫本册内面，伊所咧强调的。结家，讲伊永远活伫边啊在，伊永远活伫边啊在，所以我咱通知影，这个真重要。伊永远活伫边啊在，所以伊在底下有完成迄个大企业的教会，咱三个人记得。亲爱的主，我感谢你。你讲我们今早起有一个机会，三个伫这个所在来敬拜服侍你，但我们只是要三个来思考你的话，愿你的圣灵开化，来打开我们的心眼，也打开我们的心，和我们通明白，也和我们得到感动来接纳你的话。我们伫你的面前安尼祈祷，靠耶稣基督的圣名。阿弥，亲爱的姊妹，以色列人出埃及，要对埃及行到伫上帝所予因的祖先的应允的迄个迦南地，老尼甲老米的迦南地，其实迄个路程只有11日就会到，行11日就会到。总是在以色列人行40年，40年够唔难咧。那但在地迄个只有地迄座啊，这个叫做何烈山啊，西奈山，只有咧西几粒山的款式。今天几位为什么安尼？为什么安尼？但真重要，因看到迄个信心。对上帝所应允因的祖先的迄个业，因无信心啊，所以虽望因行到伫迄个迦南地的边界，总是因无入去，因为因失了信心。相时因对安尼伫遐得说，就是因无得看明啊在，因常常得想的就是过去，因常常讲。阮过去伫埃及，虽讲做奴才，阮也阁有肉，
有鱼，有果子，有蔬菜通吃。哪有你带阮安尼伫即个旷野现今的生活，食物安尼非常也无够格。咱通知毋若安尼，若定伊伫因的生活，佫非常的单调。伫迄个旷野的所在，但只是跟他食馬哪，啊，佮食迄个烟吞来互因barbecue安尼若定。拢无阁食通甚物款个较无相像因食物，所以因伫遐常常埋怨，常常讲咱着阁倒转来埃及啊。因为遐有鱼、有肉、有蔬果安尼通食。刘毅，即个通互咱通知，即个人因甘愿来过着迄个奴才个生活。因对过去的一款的流乱，总是因埋怨现在，所以因迄个痛苦非常的大。在注意下子呗，这个是甚么原因？因为因大家人拢失落迄个明仔载人生，因无迄个明仔载，看无明仔载。去年我伫台湾的时候，看到《自由时报》来刊一条的消息，讲一个美籍啊，伫淡江大学做交换学生，伫遐来生活。总是有一日，咱通知伊安尼精神上有无正常的所在，伊遭到伫迄个。八楼的所在，对八人遐个跳落去自杀死去。当然，人家人就对这个代志开始在研究的安尼过去的代志。人在研究咱台湾的社会，底下发现到什么？发现到迄个年龄伫15岁到24岁的少年人自杀这個。在这个阶层，这个年龄阶层，的这个自杀，讲十大原因，总是自杀是第二悬的，第二位的。那呢，这条新闻的副刊跟你讲，讲因的调查的结果，来发现出一个少年人的自杀，伊的背后有30人捌要企图要自杀。这个研究又说，但在这个自杀的原因，特别在这个查甫的大学生为什么会自杀，因在那里找出一个理由，就是说这个查甫的大学生对未来感觉无希望，对未来感觉无希望，就是咱所谓讲讲安那，明天不看好了。明天不看好，明仔载便无什么好的所在，无什么款的愿望。所以咱人在今仔日的现代人失落迄个明仔载，即群佮倒转来讲，即群乌合之众的意识的人，因漂流40年啊，这个旷野的生活，后来来到伫这个约旦的河边，拄拄迄个时是这个河水安尼上悬的这个季节，但嘛，因底下拄着困难，就是要怎样来经过这个约旦河，过唔难呢？因听见迄个对岸迄边岸，就是。上帝所应允要予因个列祖迄个迦南地迄个所在的人，非常文化悬，比因较悬，佫非常勇猛。所以咱人在伊面对着即款个困难，毋过因对前途通讲通是茫茫渺渺，感觉安尼哪有甚物款个愿望？伫迄个时阵，上帝佫一摆在提醒伊。对伊讲，明仔载我要伫恁的中间来行神迹，就是要带恁过约旦河来进入伫迄个迦南地，伫遐来徛起。
的你明天会更好吗？明天再敢真正会更好？咱同在你有明天在，底下才有真正你有迄个愿景，有迄个 vision， 有迄个愿景，你才会通真正的奋斗拼命来前进。箴言十九章十八节安尼讲。百姓若无印象，无迄个美人，就会放纵。确实，一个族群若无愿景，无迄个印象，咱人在迄个族群会真散散，迄个族群会真堕落，因为因无面啊在，底下只有醉生梦死，无有前景。美国。咱同在即个黑人马丁路德金，伊看到因的即个民族，有完安尼自日干那酒醉，啊，伫遐穿甲破烂破衫，生活伫迄个贫民窟。那呢，咱同在因伫即个美国的社会，真无有地位，也无有啥物，也无有尊严。底下，伊看见因的民族即款生活的腐化，那呢底下过到迄个无尊严的即款的生活。所以，即个金牧师底下就鼓励即个伊家己的族群，叫因都发出 "I have a dream, I have a dream"。咱顶礼拜拜伊就是伊的纪念日，伊底下正做即款的黑人人权的运动。咱得为伊有啥物 dream？ 在迄个白人的社会的内面，黑白这么分明，伊有啥物迷茫？伊伫遐，伊迷茫安尼讲，伊讲迷茫，咱人在这是为圣经而来，以赛亚来。伊伫遐，伊讲迷茫，将来这个黑人的子弟甲白人的子弟会通互相牵手牵手。去一间学校，三个底下读册。伊讲将来也佫有一个五妈，就是做奴才的这个子孙，会通甲伊的主人的子孙三个共桌底下来食饭。那你这个是甚物意思？咱通在底下，伊就是五妈，因的伊因的人会通真正伫这个社会得到尊严，得到。人权得到平等，得到自由。我会记得1974年，我要来纽约，要来纽约是一间 Rutgers 来读册。因为我伫台北一个美国学校内面去拄到一个老师，这个老师伊甲我介绍一个纽约安尼一间叫做。ITI International Institute Training Institute， 咱通讲这是一款讲咧完全咧训练领导者诶训练诶学校。伊甲我讲，你我互你奖学金，你去参加。参加阮遐有一个文有一个节目叫做伫 Chicago， 伫 Chicago 叫做 The Fifth City，The Fifth City 第五城市啦。第五星期是在讲什么？是在讲这些黑人的社会，在讲黑人的社会。所以说你要去读社会学，你的确就要捌管黑人的代志。所以我想讲，嘿，安尼嘛有影。所以我就去参加 Chicago 迄个 ITI 的这款的 training。迄个时阵，我有机会安尼底下安尼受派去黑人区去安参与伫因的生活，在底下来帮衬。我看见什么？我看见底下因的人底下来教因的囡啊，底下那行路啊，底下都爱话讲 ，I have a dream, I have a dream。我有一个迷茫哦，我有一个迷茫啊。佮底下话讲，阮是上帝的子孙，无论分黑白甚物种，阮是上帝的子孙。儿女，我们是讲是上帝儿女。伊个底下安尼来画，
咱通知有缘伫遐要讲什么，伊讲乌就是水啦，乌就是水啦。当这就是咧跟训练什么，就是建立因的认同，建立因的自尊心，爱互因徛起来。所以，伫说你若家己无尊重家己，你若袂晓伫迄个所在疼惜家己，你若袂晓伫这个社会，你袂晓认同到底你是甚物人。伊讲你无才调通徛起来，因为咱在这个社会，咱拢在叫做沙拉巴。为什么叫做沙拉巴？意思就是伫这个所在无相像的文化做伙，总是要顾你，就知影你家己是甚物，来保持你家己。列位，这个就是咱今仔日所面对到的问题。咱台湾人有时掠家己对台湾来，咱感觉见笑，所以有的连这个台币的这个名词都唔爱，都惊呀。因为这是一个错误的所在，你家己未晓，唔知影你是对对来，你若唔知影伫这个社会，你会通徛起来，尊重家己，什么人要尊重你？什么人要尊重你？所以第二，我只爱跟咱三教士讲，明仔载到底有啥物？上帝甲伊讲，阮伫明仔载，我要有神迹伫恁的中间来发生。当迄个明仔载是啥物？列位对伫这按几啊万人，这以色列人，安尼咱同在出来去来到这个遮，因伫啊所面对迄个迦南地，变伊。不是因所咧想的老泥甲老米的所在，明仔载上帝要带因进入迄个所在，总是对明仔载去，因的脚若踏上迄个迄边岸时阵哦，天的玛纳就无要搁落啦，因逐日会通食到迄个烟吞的 barbecue， 对明仔载踏上迄个所在。迄、那个巴比丘烟吞无买过来啦，无肉通食啦。迄、那个明仔载咱人在踏上迄个迦南地时，所面对的是这变较文明、较臃肿，啊，迄、那个城墙比因较坚固。迦南人徛起的社会，列位，安尼那要顾明仔载，总是上帝给讲，你就相信。明仔载，我要带恁入迄个土地。你去遐几遍，咱唔通常常用个消极来看家己，更加唔通常常心来想迄个不可能。到底咱安尼台币有明仔载啊无？明仔载你看见着什么？有真侪人讲，讲咱台北教会会阁衰落去啦。为什么？移民伫咧减少啊！今仔日无少像民族安尼伫遐混合的即个结婚，已经超过50%。所以伫遐讲，咱遐咱明仔载咱遐也阁有发展的所在。所以咱人在有真侪人伫遐讲明仔载，咱无可能通中道对咱安尼无有毋吧？就是我爱咱看，今仔日伫咱的社会内，你会当看见咱的第二代，今仔日讲做林书豪。咱人在今日伫 NBA 啊，那么这个是一个信仰的青年人。伊讲伊为着上帝咧拍球啦，目的就是要见证。当咱人在底下，中国真爱伊，讲伊是中国人。当时林书豪人家问讲你是虾米人，伊讲我是台湾人。咱了久有人讲呢，你唔知会记得未？
我伫遐读册时阵，我看咱大叔也佫有几啊老好朋友啊。常常我的 roommate 就是一个位啊，呆呆来啊，甲我共房间。啊，常常我拢带伊安尼去咱这台湾人的留学生啊，伫遐有家庭啊，去啊啊，得到好招待啊。啊，人拢爱问伊，佮会无人啊，你？是甚物人？你对倒位来啊？伊拢甲人讲讲，我是台湾人。人都甲伊笑讲，哎，你若台湾人，你讲台湾话呢，调调啊呢？伊讲我中人，我是伫浙江省啦，总是我来台湾来长大来受教育，所以我是台湾人。另外，咱嘛是有即款的啦。今仔日做医生，伫纽约所在。但咱人在毋是看哪里，咱来看咱家己的教会，咱真正将来无嘛。咱人在咱的兄弟拉登霍克斯，伊要带囡仔来洗礼，啊，我叫我甲洗礼，我伫遐爱甲问讲，你是安怎？爱你的，你来这礼拜，爱你的囡仔来这洗礼。哎，我是伊甲我讲，哪能甲我讲？讲我爱我的囡仔，来属伊的老母的温暖，所以来伫咱的中间。列位，唔是真正，这咱也过真济人，也无得到福音啊，唔是无谈团的所在。也过真济人也未得到好嘢，啊！像这款人，咱同在，伊嘛是真爱认同自己的信仰的来宾。咱同在，咱来通看见小美琴，伊看见外表，咱同在嘛是敢那美国人。伊英语当然真好，伊普通话、北京语、甲台湾话真好讲。你若该问讲你是甚物人，人大家看伊都外形都无同啊，总是伊甲人讲我是台湾人。但你恁通知影，今仔日伫即个社会，毋是咱无可能的所在。咱通知上帝也阁要行神迹，毋通只啊咱看衰家己，无爱咱家己的即款的美德。咱那在最近，那在吴志刚啊，咱能在讲说啊，奥巴马太太在第二任的时阵穿迄领衫裤，大家真爱甲看，因为迄真重要。啊，做迄领衫的人是咩人？甲设计呢算什么？就是吴志刚啊，台湾人啊。那问讲你对倒位来？伊讲我对台湾来，我台湾人。了，咱同在，要顾真济，互咱同个，唔是讲台湾人就伫这个社会无有面啊在啦，有啦。你要安怎建立迄个面啊在？先伫以赛亚利用迄个扎实游牧的民族徛起的布边，底下做譬如啊，来勉励当时在以色列人。讲恁就爱扩大恁的愿景，哦，即以赛亚五十四章第二节甲第三节，底下叫人来报名，爱扩较大个，哦，意思咱通知影，恁就爱发展，爱向外发展，恁就底下来努力对外来发展。所以安尼底下，你布边爱扩大，迄、那个树爱放长，意思咱呾就是扩大的意思。因为咱同在伊原叫咱上帝叫咱做台湾人，伫即个台北的所在，你都会记得你的美容真大，你的美容真大。咱呾你敢有会想到？你会想到，咱有一日上帝原来要予咱伫台湾人的社团，还是伫这个社会来正做一个真重要的角色。
咱过去伫纽布兰水谷即个教会，咱扮演了真重要的角色。咱建立了有真正影响力的教会。我会记得，发生咱中间有人也阁记得真清楚，就是即个咱的教会的干事 Joyce Emily。Joyce Emily 伊伫遐，伊常常对我讲，讲恁台湾人的教会实在真好，恁台湾人的教会是真好。伊讲，咱伫迄个国家，还是讲伫世界，安尼即个中南诶，即款诶，即个海啸真大诶时阵，咱教会安尼一礼拜就献16000外。我伫遐将即个转达互咱诶中会。那恁人啊，对台湾诶即个救济，咱嘛出力，对即个救一一代冒出来，那呢？咱同在咱游园，咱的献歌队游园是伫中会内面，人甲咱认定的。咱的魏树林张老呢，参与带咱安参与伫迄个中会服务，咱同在底下伊嘛受因完全的尊重。我会记得当时的总干事跟我讲，讲 "One proud of your church"， 你的教会让阮感觉非常的骄傲，恁的教会在阮的中间。所以有影是未？咱会通做一个真好，在这个社会内面，一个真影响力来教会，不是咱无法度通爬起来。所以這些安尼，我也唔忙咱，会通真正有迄个明仔载。明仔载有啥物，咱都爱有真清楚。咱相信明仔载上帝要予咱扮演搁较大的这个角色。你会记得？哎，我爱甲咱考试啊！四道行传有几种？咱即马就是安那，甲遮个英语个教会，咱三甲伫即个北美洲个所在，咱有一日咱甲伊伫三甲写北美教会对即个社会个速度行端29章。我相信恁等于去献哦，速度行端无29章啦，因为还袂完成啦。一年呐，现行今嘛在要帮咱咱，积极笔来伫这个历史的内面来写美国这个土地顶面在教会的历史，咱有缘伫在主流的教会，咱有缘扮演一个真重要的所在，就是做这个历史内面有缘是一个主流的角色。这应该是咱行做咱的明仔载，行做咱的 vision， 咱的愿景。第三，我只爱讲的，就是讲如何要让咱的明仔载会通得到更加好。我会记得几年、几十年前，国民党嘛是提出台湾有一个口号，讲明天会更好。啊，但话归啊，到今仔日。台湾的社会有明天更好，无啦。因为欠下面安尼，上帝所讲这个话，头一个就是因欠迄个加强信心。咱通知信心真重要，在以色列人因直直要信落迄个信心，所以上帝甲伊讲，恁着对约规行。约柜在上顶的，就是上帝的同在，甲上帝的引导。必须无焦虑来顺服上帝，对上帝会行。所以约书亚伫这来讲，恁呐安尼信心有这个够格，恁才有法度通渡过约旦河，才有通渡过约旦河。咱通知今仔日咱有缘，要怎样互咱的？按环境得到实现，咱有缘就要有信心，咱有缘就要
信心。你的心讲，伫即款乌白社会这么分明，有了我未免我讲，也佫有迄个种族有时有咧歧视的罪啊。总是咱都会记得，你伫今仔日，咱也是即个白人的世界内面，会出一个乌人的总统。啊，这咱通知影，这都是无简单的所在。那呢，咱当然你敢想会到？咱当时我哋即第一代的外省，我哋个白手成家，有诶就利用 Christmas 暗时啊去夜会，再通得到伫遮个奖学金的生活。然后暗时啊，伫我呢去看，因我较好命，我有迄个 full 一个 scholarship。总是我看见偌济咱个第一代遮个前辈。这些人，因就利用迄微不真寒的中间，有诶就去啥物，就去邮局去拿货。有诶人同在，就是爱扫教室，爱顾家。人同在，因就爱伫迄群诶内面。啥物人想会讲，这些人今仔日伫咱诶中间，有诶做董事长，有诶做啥物公司诶老板。然后大部分人同在，咱拢真济人会通伫迄个啊，伫即个美国个社会做经理来管济济人。因为即当时遮人敢想会到，未啦，总是因嘛是干呐，只有一个 vision， 只有一个印象，要怎样伫即个社会来徛起来，白手成家。恁呐去问咱个在座真济人。咱同在唔是靠做善，完全是靠信心，上帝真正开路。第二，咱同在要实现，都要有领导者来协力。咱同在圣经甲咱讲，第二节就是讲，这领导者因利用三日来行头，咱来行头即个转型，伫遐来宣扬上帝的道理，上帝的道理。我即个讲，即个人因同心合作来配合约束啊，才会通予即个愿景、即个 vision 来得到实现。领导者若有私心，就会阻碍上帝计划。今仔日的终极，我要讲明仔载的教会。你若要看明仔载的台美教会是做虾米款，咱就看今仔日的终极，即个教会领导者到底要带咱往倒位去？到底因有真正的合作啊无？这个是真重要。第三，咱同在，即个百姓爱自觉，爱自己清气。有影最当时的迄落来看，就是讲因都爱洗身躯，爱换衫，啊，都爱做到伫迄个礼仪上诶性格所要求诶迄个生活条件。换一句来讲，咱通知影，当时咱嘛知影讲要伫遐明天更好，都爱道德重整。换一句来要紧，毋是干呐外在清气，就是遐内在爱有自觉，爱有清气的所在。心思意念、言行举止，顺服伫上帝旨甲驾驶。为甚物伫台湾明天不会更好？因为原因就是安贪污污的道德衰败，所以咱同在约书亚讲，上帝宣布，你若要真正进入伫迄个迦南，和你的迄个美景得到实现，你都爱自觉，自觉心思意念伫你的生活爱下底法律上如法上所要求的。结尾来讲，受拣选。来归属的，恁受拣选来归属的一间的教会，咱应该爱虔诚来侍奉，尽力的受托的工，互相咱三听三合作，就咱要看见明仔载上帝所赐予咱的迦南地，明天才会真正更好。上加来祈祷，今仔做完感谢你，予阮有这个机会，搁一摆对以色列的历史。予阮真正体验到，阮要怎样顺服伫你的重要性，求上帝你的心帮助阮，安尼祈祷可以啊，所以呢，阿弥。